很多人都说游戏的新玩家越来越少，同时老玩家也开始慢慢的流失，是游戏不好玩了吗？还是什么导致的呢？今天我总算发现了其中一个原因，一个新手玩家还没完全熟悉游戏就已经被骂退游了。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，我是新手，确实玩得很菜，也不知道怎么找队友的破译的差不多的密码机，也不知道救人都有什么说道，昆虫学家被抓我就想救他，救下来我也努力的去帮忙扛刀，但是红蝶不打我，我也没扛到，昆虫废了我就开始遛鬼，我不会玩祭祀，确实是不太会打洞，溜到最后小女孩被抓了，我寻思我满血我就去试试看能不能救，反正是匹配，小女孩没说红蝶带挽留，我就寻思没带去看看，也可能说了我遛鬼没看到，结果被一刀斩了，我就让佣兵快走，我也没觉得咋样，还觉得祭祀挺好玩的，结果出来被小女孩一顿骂，说让我懈怠，说她回归20天都玩得比我好，说让我走我不走，我说对，怪我，我就寻思看看能不能救，然后就一直骂我，让我卸载游戏，我也没说啥，我就说我确实是不会，没玩过祭祀不太懂，然后就一直骂我菜，让我卸载，说祭祀看到我都会气之类的话，我气不过就回骂他了，然后他就加我好友，邀请我说要给他朋友看看我这个奇葩什么的，我真的不是很理解，至于这么生气，至于一直抓着我骂说我什么都不干，输了都怪我，说我不破译，红蝶一直追着我，我怎么破译？我不会玩我就应该卸载，说不知道我一生800分怎么打的，800分很高吗？我都开始怀疑人生了。以上就是事情的全部经过，说实话这种情况会出现在所有段位，不分高低，所以为什么大家现在都喜欢赛后秒退也是有原因的，留不住玩家或许官方有错，但大多数问题还是在玩家本身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你遇见过如此奇葩的队友吗？